好笑的。350两次，450，450元一次，450元，500元，550元，550元一次，600元。成本价已经拿到了。现在讲，现在金标到600元了，600元一次，650，650元一次，650元两次，650元三次。妹妹要950元，你确定吗？才650元，爸爸说的吗？那爸爸愿意帮妹妹标这个吗？身高650吗？要950？没有在抢啊。没有吧？650，然后妹妹要吗？700一次，750，爸爸要吗？圆小孩子的梦想。800元，800元一次，800元两次，800元三次，谢谢爸爸，恭喜妹妹，我们妹妹上台好吗？爸爸跟妹妹一起上台好吗？你看，好，没关系，那还是我们到旁边工作人员这边帮你服务，谢谢这位爸爸，圆了自己心。